10月14日，长滨，黄鹏林生。2006年10月24日，长滨防风铃声音，我找到了。2006年10月16日，成功鱼市场拍卖声。来，局长，快局长，来吧。来，这么说，这么说，谢长。来，这谢长，你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来，这边，局长。来啊，局长，局长，谢啊，谢啊，三张，谢啊，四张，五张，谢啊，六张，七张，八张，走。来，八张，八啊，八啊，里面，八啊，三，八啊，四，八啊，五，八啊，六，八十个。2006年10月26日，成功鱼市拍卖场，我找到了。想麻烦你听听看这个声音。听什么？是个录音带，然后你听听看看，知不知道是在哪里？因为这是原住民嘛，阿公阿嬷还有小朋友在吵。哦，防风林这么多，那防风林的声音都是一样的。可是我有到长滨那个地方，我觉得是一样的声音哎。玉小姐，你听那个声音要做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想要到声音发出来的地方感觉一下。小姐，你要感觉这个要做什么呢？感觉看看啊。啊，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？蹦蹦飘飘，你听这声音要找地方不可能呢。